Hello， 我是 King， 我们现在在宠物店。那之前有加装滤网的部分，现在他们有换比较细目的滤网哦。我们看到从后面进风量的部分，大概2.4左右到2.5。那我们将滤网拉开，然后再测试通样的位置。可以看到大概2.5左右，所以加了滤网呢，其实导风率呢也还好，没有影响到它那么多的问题。那主要是如果假设之后脏的话，当然就会影响到回风量，那时候就是要更换滤网啦。那滤网的话，你看到脏的时候，比较多毛屑的时候再去换它吧。我们再测试一下，来看一下，有加滤网没加滤网？原则上是差不多的，所以不要觉得说滤网会造成太大的阻塞。